按住 Alt 和 Excel 两个键，开机，出现这个界面。按那个这个什么 Enter 键，按 Enter 键，然后直接按到最下面一个。这个他看不懂吧？按到最下面一个。选择语言。English。是要按住。不是，它这样的啊、哦，我把它按回去。是这样吗？按到最下面一个键。按一下 Enter， 然后这个亮。然后再选择 English 往下键。然后再按一下 Enter 键。然后退出。按照 Excel 退出，用完了。